Wageni mwakaribishwa wapi Kilimanjaro, hakuna matata. Kilimanjaro ni mrefu sana.我们现在正在下山回到那个出口的路上，一共是13.5公里，预计大概会走5到6个小时。那一开始的这种石头的下坡路段，昨天要睡一晚，今天一早走这个还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 go 往前走。 真是非常不可思议，他们头顶的这么重的东西还可以这样用飞的下坡。现在这边有两场森林大火正在发生中，一边是在我们出发日的那个 Matchmaker山口跟我们昨天住营地之间，另外一边看起来是像我们昨天营地那边有火灾，所以 August 说我们要尽快冲下山，这样才不会被火灾波及到。我现在用我最快的速度 尽我所能冲下山， go go。 现在正在用我们最快的速度冲到出口，因为现在看起来有至少有2处森林野火正在发生，然后不确定到底会不会扩散到我们这边来，所以我们就冲冲冲 ，go go go。 我想说，我已经用我最快的速度跑下山了，坡特竟然还比我跑得更快，而且还背那么重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。哎，没想到之前在台湾练的越野跑技巧，竟然也会在 Kilimanjaro 用到 Run for Life， Go Go！ 啊，香太香呢？ Be careful, 啊，香太香呢？山上火真的很大，所以他们派了很多人来灭火。我们刚刚下山的时候看到这边起了一个森林野火，那我们就赶快下山。然后不久之后，在我们扎营的营地这边 又起了另外一场森林野火，所以我们几乎是拼尽全力的冲下山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热带雨林的地区，已经比较安全了。所以我们就是在慢慢走回我们的大门，大约在3小时左右。今天是第6天爬山，觉得很累，因为今天早上遇到火灾。 森林野火，然后全力的向下跑，然后终于我们要准备回到我们的营地了。这次的 Kilimanjaro 登顶花了6天的时间，
成功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慢慢走回营地，拿回饭店，拿花小费给所有的团队成员，那就可以洗澡了。现在真的是又臭又脏，现在赶快洗澡洗衣服。好 ，Go Go。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大门了，可以看到这边路都是像这种比较平坦，所以刚好看到陆续有吉普车开进来，然后送人进去救火或是做那个急救。对，好，我们继续走走走走，应该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大门了。 Go Go。结果我走得太慢了，他们就过来帮我们来背行李了。Thank you, Tin, Martin, Simba, and August. Yeah, I'm here. Let's go to the gate. Almost to the gate now. To the gate. Yeah. We'll go. Yeah. 看到大门了，终于。现在是11:58，终于在12点之前成功的走到大门了，耶、yeah! ！6天的 Kilimanjaro Michimer 路线成功。你现在听到这种救护车的声音，是因为上面有森林大火，所以有。救护人员跟消防人员已经有一大批人上去了，可能他们还会再送更多人上山去。Bye.